2011年资讯月开跑，加上世足本月开踢，连五年行动网速第一的中华电信，也在世贸一馆打造很需要网速支持的 AR 转播，盼让消费者不只体验不用飞卡达就能身临其境的观赛快感，还有信手拈来、随手一点就可以比主播球评还专业的数据平台，到底多厉害？中华电信各家分公司总经理苏天才正好莅临现场，问问他的观后感。足球很多的这些的战术啦，还有球员啦等等的，其实如果我们在观看球赛的过程当中，在这上面我们就有专家很清楚的在上面跟我们显示现在这个两队的战术，还有球星等等的做这些介绍，我想这对观众在收看足球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不止专家，这 APP 的即时感相当棒，即便是看热闹球迷遇到不熟球员，点一下就能如数家珍，何况它还提供琳琅满目的功能，从球赛转播画面到各式基础进阶数据，甚至 highlight 到回放，通通是任君拉放，要看哪就看哪。简单讲，就是将所有资讯漂亮整合在一个画面里，就像电影关键报告般，用点的什么都知道。11月20号呢，4年1度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就要开踢。那这一次呢，中华电信不但独家有64场的转播，而且呢，我们还独家采用这个 AR 的转播。那大家呢，不管是用你手机的 APP， 或者是用 MOD， 我们都可以享受这个卡达世足的精彩的赛事。是说不用 APP 也没关系，想锁定爱尔达电视看世界杯朋友，透过中华电信 MOD 一样可以为喜爱的球队加油，而且还能体验到喜爱频道一网打尽的便利，流畅又人性的操作界面，以及自己当起导播，爱看哪角度就看哪角度。更重要的是，资讯月期间来现场，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优惠等着您哦。